那酒庄，咱去送东西呗。送年货，拜年快。把箱中的出口产品搬到一号仓库前的展台，就把这个搬过去就行。好，我来探，我来探。找到几啊？找到几啊？就凑到五，我是四，我们俩正好。完美，完美，兄弟，开门！五号箱内开出一枚 3D 打印的猎人之眼，而它的打印设备是由成宁基新港区的科技公司自主研发，已出口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除此之外，集装箱里还藏有惊喜大礼。这不是冷冻枪吗？冷冻枪，哇，这不失传已久的冷冻枪吗？那个是不是啊？那个是不是展台？这不是展台，这是展台，这是展台，来来来，这不是展台。我知道这不是展台，现在躲一下。这是展台，你好，欢迎光临展台，展示你的音乐才华，哥哥。来来来来来，放这儿放这儿，直播间上链接。很假吗？橙色吧，我们是。对对对。快快快，他们人来了，快！随着两队分别将巨型遥控器、3D 打印的猎人之眼放置于展台，两队进度打平。哦，开到一个展品。对。啊，全队也找到一个。对，我们实力相当。子队2-1领先成队。这个节奏没想到这么紧张，这么快。现在我得马上去。解下一个，走。我算是第一次来，但是我感觉这就是我的家。厉害，星月厉害，真的是他家。一，哦，一，我是三，你是四吗？我是三，三除以三。OK go。喂，小齐，你现在在哪呢？我现在在这个集装箱，我跟那个肖哥已经，我被猎人追了，我被猎人追了。快跑！王润泽被猎人追了，我见证了王润泽被猎人追的过程。加油！润泽躲过去了，好牛，好牛！我怎么落单了呢？什么呀？这什么呀？肖哥，你稳当稳当，我在我这边，已经在集装箱里面了。你如果可以帮我答出来，我可以直接把这个任务解了。哦，行，那你可以给我说谜题，对对对。猜灯谜啊。好。由带配件见君子，打一个生肖。是什么？由带配件。由带。啊。哪个由带？一个，一个，这怎么写的大？来了来了来了。啊。但是你们距离大概这么远。喂喂喂，喂，一号的底部有一个，我看到了。你是三号对吧？对，三号。你现在能不能到？一号，一区集装箱的尽头就是最最北边，就是橙色的一个建筑，大高架。子队相继找到新的集装箱，文涛、王润泽全力奔走支援队友，现在压力给到橙队。八号，需要一，我是七，我们现在都需要升哥。那是谁？王月星。加油啊！哎，这是按名次淘汰吗？净说那话。升哥，升哥，过来，快快快，一把一拿出来，快把七拿出来。好了，开了。OK， 拿走牌。还有你跟我们到尾巴去，跟我们到尾巴去。成队开出了代表湖南机械美学装备家族一员的迷你挖机一台，也收获了一把冷冻枪。来，你来负责送，他拿冷冻枪。王月新、金汉全力加速，他们能够顺利抵达展览点，将比分重新拉平吗？我们现在和打平了和对方，那我们还要找箱子啊！年轻人不要急，一步一步来。哇，这个地方还需要够苗条才能过去呢，没白减肥哈。
夫猎人在那。只能碰上两个，辛苦了。找那些橙色衣服的，他们好抓。所以这个是子队被抓的第一个人，平衡了一遍。平衡了一下，我没有想到第一个被抓的是李敬业。区域内四名猎人频繁移动，给寻找集装箱的队员带来了巨大危险。涛哥在哪儿这么远？队员们得更加小心了。王月心，月心。好像是醒哥的声音，我得救他呀！大声呼喊，叫来了月心，同时也喊来了猎人。月心，月心，这边！我来拿着吧，给你，你跑快点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哦，没事，没事。黑影，黑影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再跑！猎人被冷冻，加速队员成功逃过一劫。希望你们长点心吧，区域内禁止大声喧哗。对不起。小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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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普。哎，小普，你小普是？你转头看是不是我？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？猎人，猎人，大高架，你再往大高架这边。小普，王文泽，小普，这边，这边是哪边啊？你在哪里？王文泽，小普，你就往天桥这边走，再往天桥这边走。小普，哎，小普，啊，小普，小普，我从这边跑到那边，又跑到这边。哎呀妈呀！哎，辛苦你，辛苦你。跨越大半个园区汇合，子队找到了独具中国气质、漂洋过海，在异国闪耀中国瓷器文化荣光的李陵陶瓷。首先，咱休息一分钟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运过去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那就交给你啊！你要不要拿这个？这个可以消灭一个猎人。真的？那个文刀在里面，你要不要枪保护你啊？这个枪。他可以打一个猎人，可以打，但是有点重，有点重，但你就不用跑那么累。湖南色彩绚丽全球，没错，说的就是让中式浪漫绽放全球的国家级非遗——浏阳烟花。世界烟花看中国，中国烟花看浏阳。集装箱里的烟花该看哪里呢？不，今年的布置。新春快乐，你好2024。这有一个点我，怎么点？点。哎，摸。哎，点啊。游带佩剑见君子，打一生肖，那就是龙。哎呀，太简单了，游加一撇，哪有龙？前面有个龙。哎，点不了。文涛在里面解什么题呢？对呀、啊，为什么他解了半个小时了？文涛，这不是你个性啊！任务时间所剩无几，子队的下一个展品，我们赶紧去，终于要出发了。3333，来来来来，6-3，中国动力加速向前，给人扛这个。子队接着又找到了代表整车零件在成宁基轮番出口。中国动力加速向前的轮胎等汽车零部件，而成队，我们还是2-2，那我们再找吧，我们往那边走试试。好消息是还有最后一个箱子，还有没开的吗？坏消息是还有龙，这个箱子里还有一位寻龙少年呢。哎，这边有生肖，那就是他。对了，天窗打开了。哦，然后呢？哦，一条龙，哇，
好帅！从我头上飞过去了。哎，哎呦，你好。哎，你有什么要给我？哦，这什么？我福袋。哎，哎，有个鞭炮。恭喜文涛获得威亚电子烟花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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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去那边是吧？我保护你。展台在哪？那个。文涛噼里啪啦地奔向展览点，陪伴他的是两名队友以及四名危险的猎人。后面来猎人了！啊！成功验证李玲陶瓷隔离轮胎，享受片刻安宁，但成队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喽。加油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！呀、yeah, ，get it，get it， 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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